在路上吃啊？吃什么？那个南瓜派。这个。哦。Tell that's what you like the you like pumpkin pie a lot. 他说我非常的喜爱南瓜派。是吗？是。我是真的是挺喜欢，特别是它跟那个奶油 with cream。Yes. It tastes really good. Yes. 对。Just put a few charcoals in it. Yeah. 怎么做？首先呢，我们加黄芥末。黄芥末一般的呢，不是用来画圈闭眼。黄芥末要点，自然点点。我发一个吧，慢点，你插车，怎么了？介绍上你这个车什么样的？这个车啊，叫做陆海巡航360度全景浏览观光车。对面这台呢没棚的哦，对面这台两个座位啊，可惜没有四轮驱动那么马力十足。我车还有呢。还有就是呢，看我这个四个座位啊，全部安装的弹簧座椅，自备那个安全保护系统啊，看没有？你用你踩啊！装车的时候呢，由我手动刹车，对不对？你哈巴狗，你刹车太猛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嗯，还有就是这个驾驶员的心态了啊。身为14岁的李焕明同学啊，接受他老豆的那个亲自指挥啊，再加上中美混合交规的
所融合之下，谈出了自己的交通规则，走到了崭新的道路上面啊，向着光明，向着未来啊，前进，迈出稳健的步伐。哎呀，不错，鼓掌。